朋友大家好，现在呢我们中华电视呢来到了墨尔本的 Recital 音乐中心为您做现场报道。今天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，它就是呢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音乐节，也就是黑管和萨克斯管的音乐节。今天呢特别邀请了中国代表队来这里参加演出，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赶快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吧。Thank you.
海外的艺术家到澳大利亚来，能看看澳大利亚的人这作曲家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演奏水平，特别是我们新的作品，澳洲本土产生的作品，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希望我们通过这次活动能进一步 加强那个澳洲萨克斯馆同行和我们中国萨克斯馆同行之间的交流，那个进一步推广我们萨克斯馆在世界上的发展和进步。锁定频道，欢迎广告过后继续观看。